贵。老好，两块是老八一斤，外面加小。娘，买了菜了。买的炒啥呢？炒啥？炒毛菇中吗？你不好吃毛菇？还买了花卷。那不是什么？啊，花卷明天吃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买了萝卜，这放这子中，是吧？买了几包榨菜，就是买了两块钱的葱，三根。豆子，吃啥菜去？咬四碗怎么样？我给豆子咬六碗，哪一碗不咋吃？喂，来了不？来了。烧中汤了？到哪了？这地下室。哦，好嘞。上午买炒的油菜啊，中。嗯，这个馍还花卷儿能吃不？是。够。再啥元旦那不能接了，就嘞。嗯。不划算，是吧？来说路上烧不着单，光耽误事儿，光跑这周围这子中。顺单不好顺。嗯。那你吃过驴肉吧？吃过。吃过。驴肉。嗯。吃过。你没吃过，兄弟。没有。哎，没有。那没个上午的吗？没上午吃去，那不能豆豆上学了。嗯。吃过，吃过。嗯。驴肉好吃。没吃过。光吃辣片可不中哈，豆豆。炒着就没吃呗。对呀，炒着菜多吃多有营养啊。给再吃一半。不吃啊，真我不吃、啊。你替我分担点，我不好剩一块、嗯。你不吃，我都得吃一个了。你给他娘吃吧，我不吃。吃一个我吃吧，青菜吃完。你看，老干妈。嗯。那你搁这住的习惯吗？这不慢慢越来越冷了，冬天这有暖气，对，家没地了。夏天有空调。嗯。一个人在家忙忙碌碌，人在这起码有个小孩跟你说的话，人都是。嗯，家也没个人。嗯。这住的也不受罪，加十个加十个凉水，这热水想是热水是热水，想是凉水是凉水。嗯。这住的呗。嗯。俺姐姐给家吃好零食，俺搁家就俺姐姐就给俺上药不中。那姐赶上好几位。我买零食啊，我给豆豆留了，留了果冻、面包啥的，给你留了好几个。面包？嗯。好。都吃完，豌豆都吃完，没啥吃的。嗯。爹爹不要。呀，你现在拨一个电头呗，就是。你说爸，这个啊，这个你得转两都这样一转都下来了。哪一个？俺脸上在哪哈？这边这个啊，你得让往里一推，看嘛，推进去，然后你一摇，它都下来了。你回来不会弄了，叫豆豆帮你弄。有我有那啥，有理发卡。啊，理发卡。
李李走吧是吧，没人啊？这一会儿李集中吗？哎。